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五粮液杯第七届中国军校大学生电视演讲大赛复赛的现场。下面将要上场的是第四组选手，首先上场的是25号选手，来自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的张凌博。六朝古都南京历来是文武雄才的汇聚之所，如今解放军理工大学也汇聚着未来信息化战场的高素质人才，张凌博就是这所军校工程兵工程学院的一名学员。张凌博在军校是优秀学员、文艺骨干，他喜欢在学海中遨游的畅快淋漓，也热衷于体能场上的拼搏竞争。在大学组织的演讲比赛上，他获得过第二名的成绩。作为大队团委骨干，他被评为大学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人物。他演讲的题目是《感受平凡》。生死间匆匆的行走，只为那无悔的追求。这是以刘义全事迹为题材创作的话剧《生命档案》的主题曲。今年年初，我有幸作为群众演员参加了话剧的排练和演出。这不仅仅是一次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更加是一次震撼心灵的洗礼。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大镜，一副白手套。尽管故事场景如此简单，但就是在这里，他38年如一日，一干就是一辈子。用刘义全精神演刘义全，成为剧组每个人的自觉行动。排练中，无论台前还是幕后，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人人都力求精确完美。人生就是一个舞台，我相信无论扮演什么角色，表演什么节目，只要踏踏实实用尽全力，就一定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非凡。下面将要上场的是52号选手，来自空军雷达学院的崔小梦。崔小梦来自空军雷达学院，这是我军预警监视系统唯一的专门高等教育院校。建院58年来，这里走出了15名共和国将军，被誉为雷达兵军官的摇篮。崔小梦曾放弃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毅然选择了军校。本科毕业后，他奔赴基层通信站，带着男兵上杆下井维修线路，成为一名不让须眉成空排长。作为通信专业的研究生，他立志在军事通信保障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命的连线》。我是个通信兵，提起通信兵，大家自然会想起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本该为之自豪的专业，却曾经让我如此迷茫。军校毕业，我豪情满怀，壮志踌躇，要在军营大显身手。然而，在通信站，在程控机房，日复一日枯燥而乏味的执勤保障，让我越来越觉得通信兵就是个修电话的，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直到那次，2008年5月14日，余震未退，全军出动投入救援，关键时刻通信却出现故障，指挥中心下了死令，10分钟内必须修复。我和技师临危受命，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故障排除中。现场的气氛令人窒息，时间一秒一秒地走过，我仿佛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报告首长，故障排除，通信畅通。掌声在小小的程控机房雷鸣般地响起，我们相拥而泣。那一刻，
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通信兵强烈的使命和责任。那一刻，我真正爱上了通信兵，爱上了这平凡的工作岗位。带着对通信兵的热爱，我考入了空军雷达学院，成为了一名通信对抗专业的研究生。我此生注定要在通信兵的岗位上书写我无悔的人生。下面上场的是54号选手，来自电子工程学院的谢红玉。谢红玉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这所坐落在古城合肥的学校是全军唯一一所培养信息战人才的高等学府。出身革命世家的谢红玉是网络工程专业3年级学员，在军校，这个弹吉他玩相机的北京女孩甘与复杂枯燥的电磁信号为伍，同艰苦的军事训练为伴。作为文艺骨干，播音间是他的战场，纸笔是他书写飞扬青春的武器。他演讲的题目是一张老照片。大二的时候，我从学院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旧书，却没想到书中夹着这样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漫山遍野的帐篷，几个年轻的军人正热火朝天地劳动着。我不知道这张照片的主人是谁，但他的背后却有着这样几行漂亮的钢笔字：昨夜帐篷共听雨，今晨田埂同栽树，午后菜园齐修路，晚间油灯再绘图。这是哪儿？他们是谁？院史馆里我找到了答案，原来这里就是今天我美丽的校园，这群人就是已经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1979年，他们从北大、清华、哈军工和一线部队来到了蜀山脚下的这片农田上。这是一张普通的老照片，望着这张老照片，仿佛看到这张照片穿越了30年的时光隧道来到了我的面前，我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力量。我仿佛看到他们温暖殷切的目光正注视着我，注视着我们这一代人。一张照片，两代人，30年，不变的是青春的激情，不变的是献身使命的理想。下面上场的是53号选手，他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成果。成果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多年来学院形成了培养电子信息领域多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完整教育体系，并获得国防预研、863高技术等重大科研项目的支持。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成果可谓校园里的风云人物，7年的科大生涯造就了这个多才多艺的阳光男孩。他是校足球联赛冠军球队的一员，是学院辩论赛冠军队的成员，还是文艺晚会上妙语连珠的相声演员。自入校以来，校园编程、数模竞赛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成果要讲一讲博士生的爱情。都说博士好找对象，其实我们军校博士找个对象挺难。去年上博后，我就发现我们实验室有好几个老大难。先说说老张，山东大汉，身材魁梧，上学的时候找了个当地妹子谈恋爱，结果上博以后突然调到北京出差，这妹子比当兵的还干脆，直接一刀两断。再说说小李，
眉清目秀，可是呢，这么帅的一个小伙，我们的小姑娘却问起了他的收入。等到小李说他打算毕业后想回甘肃老家卫星发射基地，得，一刀两断的悲剧再次上演。而我呢，是幸运的，今年6月11号世界杯开幕的日子，他赶到了长沙，和我一起去领着幸福的红本本。当拿到结婚证的时候，我说，亲爱的，你跟了我6年，真不容易啊。可你也知道，我在学校读博，科研任务重，没事儿就加班，根本没时间考虑我们的婚事啊。请再等我3年，毕业后我一定让你做我最美的新娘。看着他点头，我真是幸福的不得了。我们军校博士任务就是科研攻关，使命就是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爱情谁不渴望，可军人使命感让我们不怕做老大难。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军中的男儿也有情，也愿伴你走天涯。好，谢谢成果。下面上场的是4号选手，来自海军潜艇学院的王新春。王新春来自海军潜艇学院，这所拥有50多年历史的高校培养了8万余名军事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其中80余名成长为共和国将军。入伍7年的王新春是学校里的明星人物，他是驰骋演讲台的出色选手，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播音，还是文艺晚会的金牌主持。歌咏擂台上他一展风采，书法比赛中他挥毫泼墨，曾获得校园之星、青年风采大赛十佳选手、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1等奖。他演讲的题目是潜意识的力量。2004年10月，我还是南海舰队某潜艇支队的一名普通水兵，跟随潜艇进行长航训练。那一天，我们和往常一样紧张有序，全神贯注地值守在各自的站位。舱室里机器高速运转，突然主机舱一个蒸汽阀门啪的一声跳起，300多度的蒸汽在相对于数十个压力的大气压下，带着刺耳的尖叫声向外喷射。舱室里顿时充斥着烫人的高压蒸汽。危急关头，主机班班长二话没说，抓起一块石棉布往头上一蒙，顶着高温高压的热气流就冲了出去，一把抓住了热气阀，把这个平时要靠电机带动的大阀门整整的拧了120圈。蒸汽堵住了，险情排除了，可班长的双手却被烫得血肉模糊。或许他自己觉得这事儿很平常，可是他的这种平常的潜意识所彰显出的却是不平凡的力量。从那时起，这种潜意识就伴随着我从昨天火热的军营走进了今天同样炽热的课堂，而明天我将迈出军校大门，再次投身那如火如荼的练兵场，甚至是风云变幻的海战场。他必定会继续指引着我，激励着我，将一腔热血和无限忠诚挥洒在祖国的万里海疆。好，这一组的5名选手也已经演讲完毕，我们掌声请他们再次回到舞台，有请。张林国带着二胡就上来了，给我们表演一段吧。
第二位是崔小梦。崔小梦、嗯、啊，崔小梦，我看你片子里面之前穿的是陆军的军装，就然后就上大学就考到空军雷达学。你原来在陆军时候是做通信兵，现在就改玩雷达了。严格的说来，我现在还就是搞的是雷达通信。以后就打算在空军待下去了？不，我还有一个很伟大的梦想，准备去海军。毕业后成为一个海军，成为一个像和、啊、真的。而且海军舰艇上也经常要用雷达。祝你梦想成真。好。54号选手谢红玉是一个北京女孩。是的。考大学考到了合肥。对。而且据我所知呢，从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哈、啊、就有过留学的经历。是的。那怎么最后又考到了电子工程学院？我的爷爷是抗美援朝的第一批飞行员，是个空军，然后我的父亲呢是一名海军，所以我现在考入陆军的军校，也就是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爷爷爸爸和我是三个军种陆海空三军胜利会师了。你们家再有个二炮子就好了。导弹部队齐了。成果，好名字，成果显著啊。博士生，把那照片拿我看看。啊，你看看我媳妇儿。对，哎，你怎么知道？我看你已经看够了我。同志们，相当不般配。你呀、啊，真是好福气啊，特别有夫妻相啊。最后一名选手，我刚才一听你演讲，我特别特别激动。你干嘛满脸是汗呢？我也激动了嘛。你太激动了，你果然是潜水艇上来的。满脸是汗，你怎么回事你？都说这个上网的时候不要潜水，今天我们的潜水学院的潜水艇学院的同学也出来冒泡了，这一冒泡也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了海军的风采。是我自己个人感触啊，我觉得，我始终觉得海军的军装还是最漂亮。来，我们看一下五名选手得分的情况。好，我们先来看张凌博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张凌博的本轮成绩是98.10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52号选手崔小梦的成绩，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崔小梦的本轮成绩是98.02分。来看一下谢红玉的得分，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谢红玉最后得分98.04分。来看成果的得分，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成果得分98.20分。来看一下我们海军小伙子得分，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最后得分96.70分。来看一下五名选手这一轮的排名情况。第一名陈果，第二名张凌博，第三名谢红玉。很遗憾，崔小梦、王新春要跟两位说再见了。崔小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自己的身材，然后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丑小鸭，很自卑。但是今天我走到了这个舞台上，勇于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我的风采，我觉得我战胜了自己，我相信我有了一次美丽的蜕变。谢谢。王新春，有句广告词不这么说吗？嗯，说人生就像旅行，不在意目的地，在乎的只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所以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或许比结果更重要。谢谢，也让我们用掌声祝福我们所有的选手，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谢谢。好，复赛第一轮比赛暂告一段落，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再见。再见。一个人的一次失误就可能导致全军舰的失败。
豪气干云，剑气苍吞。我还年轻，我还会卷土重来。军功章就是我们的追求，荣誉就是我们的生命。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是要我们站好每一班岗。